你们统统开始吧，快点报告。你给我进来，把这两位给我请出去。你废物啊你！啊！你这为什么你还是欺负国威？为什么？我认得你，你们是个自以为是的家伙，一个傻蛋。你在说什么？还是可以让他再回到你身边的，不要再骂国威了。你姐姐是谁啊？老婆？老公？老婆？这位先生。